第五届 CDPA 辩论锦标赛最佳辩士，入围的有东吴大学林胜伟。政治大学施敦仁，所以您方是认为这地方其实我们不会有举任何，我方在您方之下，其实我方应该举不出任何实证跟你讲说有恶意被的情况吧？我方一个实证的举证统计资料上面的确没有。好，那对方辩友，请问你要确认你统计资料？没有，我现在问你看身份证，我们要检测你那个资料。来，对方辩友，请站。对方辩友你好，对方辩友，先跟你确认一件事情哦。我们的国家现在面临统独分歧的议题、政治分歧的议题、转型正义的问题。我们每一个议题当中，每一个民调出来的结果都是五波，而且不断波动的状态。为什么我们要停下来？为什么要沟通？政治学者李帕特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：当如果我们的社会处在一个分歧的状态，而且我们社会内部的意识跟民族是没有办法聚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停下来，我们要缓一缓。因为第一件事情，就像我报告里面所说的，它必须要有民意的参与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机会对于这个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，而不像正方一样。成功大学李成哲。都没有说的，都没有说的很好。弹性这件事情很重要，跟弹性这件事情的前提，我方用那个烂比喻，我举例让我听不懂，没关系，我们换另外一个说法，惊喜包，大家有听过这东西？我要至少给你两个惊喜包，我多放一个空的惊喜包在上面，如果它里面是不好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多了一个这个选择，其实导致了大家选错的风险。我方只在论证的事情都是这一些，你让选民自以为选了分立政府能够得到一个良善之衡的社会，结果选出来之后，不止没有得到良善之衡，还一般的法案都没办法通过，导致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差。所以这个是我方最终主义的标的。所以我们要振兴，就是平换党回造成的政治。像日本的麻生太郎解散国会之后，他就没有办法成功再上任，因为民意不支持他。所以就算是解散国会，我们也可以确认。对林方来说，林方既不想要看到民党独大，又觉得他们在派系里面党内互打很讨厌。林方在立场上面到底觉得哪一件事情比较糟糕？我方认为就是看民众对于政党性。总统容易被拉下来，跟你不能在成功现状之下怎么会做坏事两回事啊？什么意思？政治大学钟灿宏。统计上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透过个案的举证说，现在好可怕哦，有被割哦，我们现在法案通过不了。没有，现在好可怕哦，有被割哦，我们现在法案通过不了。没有，现在好可怕哦，有被割哦，我们现在法案通过不了。没有。比如说在转型正义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觉得要做转型正义，但怎么做？我们是单纯的公布真相吗？还是我们单纯要去补偿加补偿这个受害者吗？还是进一步我们要进去惩罚当年的加害者？台湾社会没有共识，就看政大之前那个马砍掉也一样。
我们没有人要决，我们很难决定要往哪里走。在这个状况底下，我方认为这就是民主最好也最美妙的地方。当我们不知道有真正的答案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们真正能相信的地方是透过程序。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在刑事或行政上面找到最佳的答案的时候，我们透过这一套制衡的程序去试图追索答案，而最后没有答案又怎样？请问你方这边是没有公案的，对不对？我方这边刚好质疑是不让你回应。你方质疑是什么？就是为什么在党内质疑这个在双方之间的差别在哪？啊？关联在哪？我听懂。中兴大学，欧哲伟。而这件事情会产生一个在民主机制下好的循环，是因为对的人针对对的是复选者，而且我会更认真，因为当今天选民有更发亮的眼睛、更透明的民主机制，看到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怎么去完全执行的时候，它其实就来自于责任认证化更明确，选民看到更简单，它会有一个好的、正常的民主机制，让做的比较快的这件事情搭配上责任真实的归属明确，而让台湾的政党在投票意向当中能够更清楚的被发现，到底谁才是在。采用内阁制的国家，未必全部都有好下场，对不对？你的好下场太好结果是情绪，对吗？这个叫做有弊害。我也承认内阁制的情况比较具有有弊害，但是民主崩溃率为五。对，什么是民主崩溃率？就崩溃了。崩溃快崩溃了。好，单方面的个点的利益还是整体的利益，不会完全抵大于弊。什么？好，你继续问。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林芳今天。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就告诉你说，你要套入台湾政治现实去对去，我觉得我很高讨论嘛，哪里？好，继续。我承认民意可以讨论，但今天这场辩论比赛里面，没有任何一个持方主张民意在这场辩论比赛里面，或者在内阁制里面战胜什么样的角色，没有。我帮人家告诉你，民意提出的适合或者不适合。如果你方想讨论，可以方去资料跟论述方面讨论。Oh, my.